不好 ？OK， 刚刚大家刷一波三嘛，接下来希望大家刷一波五啊，好不好？大家刷一波五，这一件是第三件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第二件啊，第二件，第二件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我打算叫他卖掉他，我要买龙钻八百箱解布，解布，来了来了，哇爆炸 ，OK， 注定是要再做的，好，这小事这小事，那我们要再做一件嘛哦，第二件爆了，接下来要做第三件了，高级布六个，120嘛，我们龙钻也要120嘛。高级布六个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。十钻嘛 ，OK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十钻，十钻。我们做得起来。2、3、4、5、6 ，OK。那然后接下来是120钻，哇，我钱真的是，昨天冲黑尔，今天要冲地梯啊，哇，真的是快让我破产啊！一定加五，别怕，让你买800不要。没有，我没有800钻的啊，我没有800钻啊。OK， 可以做了吧，可以做了吧。防具 T 恤，红布钱拿到了，拿到了，不然昨天怎么冲两箱 hair？ 对啊，见闻色霸气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就闻到臭臭的，对啊，那红。也没有破彩啦，是我游戏中的资源基本上快被炸光了。OK， 通通通通通通，两箱冲到加几啊？加四，四个加四。哦，大哥你都没有去看我的精华嘞，我真的是心寒啊，心寒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一波五，拜托拜托。五颗花钻花的像小颗，那400多钻而已，这是第三件的啦，对吧？无氪地梯冲第三件也是已经快要被榨干了，好不好？你有玩分身妖精吗？有，我有玩，一定要赚，一定要赚天币啦、啊！来喽，来喽，还是你要帮我按？我请我女朋友帮我按好了。来来来，你就按，你就点左键就好，先别点，先让我心里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都要看实况才自己，好好好，应该可以吧？你压力中太大，没过我也没差，我可能只会讲一些语助词。OK 吗？你 OK 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对对对，你就滑鼠点到这个开始强化这边。那如果接下来他这边三有没有变成五的话，就代表成功了。那如果变成四的话 ，OK， 一切重来。有可能会变四，也会变五啊，变五是最好的。来来来，不会爆炸，不会爆炸，只不过我会爆炸。对吧？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你倒数一下，你倒数一下，你倒数一下。好，按。好，把眼睛闭起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开视讯啊，没差，没差，没差。来来来来，点点点。好，我。好，你的笑声。哈哈哈。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我们还有一次，我们还不是还有一次机会啊？啊，是的，是就是嘛，又不是说没穿过加四地梯第三件而已，小事小事，
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毁剧啦，毁灭巨舰，我们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助舞没领出来，再一张，你们这些魔鬼不要再嘴了，再一张我就没有内衣穿了，我会鸡突，好不好？在那边嘴，刚刚是小屁手，对啊的，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你点一件装就是好乐，有没有这么紧张啊？然后这一把就是要拼加持啊，当然这一把我是觉得有这一把是宅飞那时候说的，对啊，我们的吴克强老师宅飞都说了，我们就只好通啊。你们如果想要看宅飞实况的话，它大概都是晚上，可能11、12点开始开，你可以 YouTube 搜寻宅飞。那宅飞也是我这个血盟里面的，他之前是我观众，然后现在是我盟友，现在更是实况主，所以有兴趣可以去找去看他的台。他也是吴克，但他的吴克他是玩妖精啊，他吴克妖精玩得非常好，大家可以去找他聊天之类的。OK， 那接下来又是自舞时间啊。穿老旧的这件还是补白的，让他上，我才不要穿老旧的嘞，红布拿起来。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跳二，你刚跳一而已，三跳四，这个五一定会跳七，不信我们来看看，来喽，有没有跳七了？有没有？所以你要不要忏悔一下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冲再三张嘛，再三张嘛，好不好？那冲之前也是宣导一下，还没订阅我的观众，帮我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跟追随一下我的 Twitch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帮我在这个实况按一下喜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冲加时回聚。那刚刚投过了嘛，我们点助舞跳二了，好不好？再点跳九，你以为我是潘娜、喔？没有啦，点白虎就好了啦。来来来来来。哑巴，哎，这个比我冲我自己的装备还……等，先不要按，先不要按，按了就公布解答了，不行，不要刷七，刷一波八，哎，等，刷一波八，好了，我要点了，哑巴 ，OK， 哑巴。接下来我们再两张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红色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加八，怎么内衣是祭品？别再嘴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前面我先点了10张属性卷，10张都没有让我的锁破上三，然后接下来点身上的力踢加四没有过加五，然后再做一件力踢点到加三，点住房也没有跳二，我已经够衰了。这一把刚刚加五的时候点住五跳二了，然后现在又过，我觉得再两张好不好？再两张好不好？聊天室集气一波啊！再来，有没有加九就看这一张啦。如果这一把等一下加九的话，这个就是我第一把加九的狼舞了，对吧？来喽，要反弹了！大家刷一波九，我先喝口水，我好紧张哦。来喽，哇，爆炸 ！OK， 没了，消失了，它是100。